好，你上线吧，你先上线。我想来也出来。你还没听水哦。还没。先上线吧。你把你帮我那留言的先帮我上线。我上线。没啦，我的手机啊。先把。嗯，先让，你把你先帮我按。Hello Hello， 上线喽。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哎，吃包啊，请跟上哦。要吃包子的要跟上了。哎呦，今天要吃包子。来哦，来哦，来哦。心情很愉快哦。讲到包啊，我就透早就开始啊。一早就开始了。好，来来来来来，我来了，我看看哦，谁晚安？就是，好，等会等会。哦，朱小便。那个图钉是你贴的、哦？对啊。哦，这么快哦！晚安，艾少，晚安。你看看哦，今天问晚安的那个 Chris 就知道，这一群都是爱吃包子的哈、哦。嗯、小军晚安。嗯好，大家晚安哦。好，有看到了哦，这是挂在那个奇美官网上面的这个抬头的 banner。那个哎，很可爱。带着帮他们帮我戴了一个厨师小帽，大家晚安，糖糖晚安，真君晚安，舒淇晚安，美燕晚安，秋霞晚安。我刚刚啊，进去换这个如燕晚安，换围裙呢、啊，出来我就问朱小编说，那个我今天的这个围裙呢、啊，跟那个奇美的那个品牌的颜色有没有很像？结果啊，他们就跟我说超级像的、啊，跟这个前两天呢，我已经收到今天要开箱的这个商品的箱子啊，颜色是一模一样，很像哦，很可爱。好，希望今天呢，奇美的同事就这个看到奇美食品安全、即时、美味、够到家，很可爱的一个这个箱子。然后呢，上面有奇美食品的官网，还有奇美食品 LINE 的 QR code。好，然后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现代的一个趋势哦，就是走路了。尤其已经在过往的几年一直发展，然后尤其经历了往前看的两年，就是在疫情的当下，我觉得每一个这个食品的厂商都发展。那尤其很开心的记忆，我相信在我的粉丝页里面呢，像来自于我家乡啊，黑桥牌啊，牛头牌都是我的家乡。那今天很开心的在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再介绍来自于我家乡台南另外一个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其实我要讲台湾人应该吃到奇美包子的机会真的很大哦，就是除了可能你自己花钱去买，那或者是你可能吃在任何的场合里面吃到奇美食品透过于不同的管道提供给你的食物，可能你坐飞机吃到的团膳啊，你去餐厅里面透过于这个生产团膳的通路给你的食物里面，很多可能都有奇美食品制作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奇美实业，它是一个国内很大的这个企业，包括我们回去台南你会去奇美博物馆拍照好，去玩，你去看完没？周小编，你去过没？小编自首，小编到现在还没有去哦。拍过，你有在外面，我还没有去呢。进去过。哎，你们有没有去过奇美啊？好像说台南人是不是是？对哈，对哈，就是好。那你们说吃奇美的芝麻包？对，我们电视台啊，我们做节目啊，那个郭宝公司有一个那个多用途的蒸煮锅，然后我们那个。就是准备食材的妹妹他们很爱买奇美的芝麻包，好，然后有奇美博物馆啊，还有什么奇美以人为本的基米本医，好，就台南有奇美医院，然后奇美食品，那奇美食品啊可以讲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重点，奇美电器啊，刘爸在意的是
那个吉米，他说有山西刘罢工奇美有等西，然后我那天才知道说哦，奇美也有冰箱哈、哦，所以可以讲说是一个很在我们生活圈里面很大的一个企业，但是这个就是大型的企业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但是我接触奇美食品应该是在那个我的 CAS， 因为我参与推广台湾优良农产品，就是在调理食品的这一块里面，就是有很多我们国内比较大型的这个食品加工厂、嗯、那其中呢就是这个 logo， 就是台湾优良农产品的这个认证哦，验证 CAS 就会接触到、嗯、那从这个部分呢我会接触到奇美食品、嗯、那在去年呢 Alan 老师啊，就是奥利塔的 Alan 老师，在就是奇美食品他们现在有在台南在开了很新的，就是想用这个低碳环保的概念开的这个咖啡厅，好，就减少然后从工厂的生产环境的环节，那 Alan 老师好像去他们的餐厅演讲还是开课的样子，后来就回来介绍给我认识，然后又认识了他们的企划行销，然后介绍给我认识，才有今天慢慢的这个因缘哈。那很开心的、最主要是我那一天去买那个，对啦，刘爸去买吐司啊，为什么？因为我减重后就比较少，有一段时间就过年后我就比较少自己做面包什么的，那刘爸他们就跟苏比姐姐要去买面包，那就刚好去买吐司面包的时候，那个店家他就有卖那个奇美的叉烧包，然后就买了一包回来，就吃完之后就发现他完全不输给餐厅。那刘爸买了一包十颗240块吧，应该好像不到三天哦，就把一包十颗的包子给 KO 掉。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啊，我套炸嘛，加 AM 消压嘛，加五加喝价吗？后来我就把它掰了一颗来一块那个叉烧包来吃，就一嚼，因为我就减淀粉嘛，可是我吃了之后发现真的很好吃，我就很好奇，那我就想到说哦， Alan 老师有介绍我认识，那后来我就去官网才发现说哇，他要订2000块，那2000块在家里面其实可能要买蛮多，我就发现了有这些港式点心，那时候我就想说没关系，港式点心一点都不怕，为什么？因为我家的阿公还有我的哥哥非常喜欢这些港式点心，那我就想说那这样子我就来买一买试试看，结果一吃之后哇，太赞了，所以一路以来才有我们今天的这个，最终我决定说啊，那就由我来促成今天的这一段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开这个团，那开这个团我想在开箱之前先跟大家说，第一，从如果以我这么多年不是一年两年，是从有台湾优良农产品一路以来推广这个角度来说，以调理食品在这个厂规选择物料上面，那当要符合这个台湾优良农产品的这个规范上面这个厂区的机制，就如同我去推广黑桥牌一样的，大家应该都不用担心了。比如说你们要说啊椰滴吧，三米列环肉它的用料，那甚至我要讲说，如果我跟大家分享说在这个奇美的，他们说在奇美食品标榜的它是一个幸福跟家庭幸福有关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工厂，所以他们的全部今天我们摆在刘爸这个今天哦，如果你们进去他们的一个官网里面，你想花钱花到2000块哦，你可能要逛很久，你是不是要花很久？苏妹，你是不是要觉得你不知道该怎么买？不只要花很久，你的冰箱可能也会。你要逛很久，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逛，你知道吗？因为它的类别真的很多。然后呢，它的我先跟大家分享它的全品项哦，很惊讶。我现在大家上线，你们知道吗？它的全品项是不放味精的。
刘爸，你敢知影这件代志？唔知啊。你食遮济啊？你唔知影？唔知啊。你三工食一包啊？啊，个迄落。迄包包啊，拢你食诶？我刚刚食一角啊，你啊。食迄款迄个烧麦啦。嗯。啊。刘爸一角会当食十粒。刘爸一角会当食十粒。这些它是完全全品项里面是不放味精的，他们是在食物里面去把它的味道找出来，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哈，是没有放味精的。这个也是在这个调理食品的这个生产工厂里面很特别的，所以在我们没有开箱之前，从台湾优良农产品调理食品类别里面，还有就是从一个幸福工厂，还有就是全品项里面，他们不放味精。而且你知道，从后来的沟通，我曾经去问他们这件事，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的工厂的理念，还有就是家规，用家规的概念来跟我分享，所以这我也把这个公司的理念跟大家来分享哈，所以。在开箱之前，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很多人会去告诉我说这个里面哈，就是大家说好，然后再来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概念，一半用推广行销，然后一半看起来很像大家平常在网络上各种的团购，也是因为为什么它有特别的价格，然后再来就是。毕竟他要用宅配，他必须要有一个量，他才能够跨个比较漂亮的。那你们去平常的那个奇美的官网，他要2000块钱才可以有免运，唯独好像是每个月在那个就是奇美的官网上，一个月不知道是十几号、14号还是几号，会有一个一天，如果大家。错过这一次的3天的特别优惠，我也跟大家宣导，就是说你们如果这一次成为他们的会员，不管你是自己上去他的官网，好，你在官网下订之后，你会有100块的这个购物金存在你的资料里面，未来可以用，又或者是你填了 Google 表单，他们也会帮你加到未来的会员里面，好，那。就没有这个购物金，大家可以选择你要用什么方法去填单，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也学会就是成为他们的会员，那每个月会有一次的100，就是一次一天的样子，是1200多块可以免运，就只有一次这样，否则就是要跟我一样，就是2000块，我上一次的是按2000块才可以免运，那这一次的3天的优惠用的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1500就可以免运了，1500块就可以免运，可是呢在我们这一次的商品的价格的设定上面，奇美公司已经都先帮大家，就是我用帮大家先等会我们开箱的组合里面等于加起来的价格已经先都帮大家大概打了一个大概85折的一个概念，那有跨过1500块的组合，等于就直接做免运的价格。那没有跨过1500块的组合，也是打了85折。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买了1500块，直接做免运。但是他原始如果在官网上去买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就要1800多块，就是又打折又免运的意思。那如果你没有要买这么多的人，没有关系，等于说你少少的买，有机会就可以买到了，借由这一次可以买到了优惠。可是这些优惠呢，就等于就帮你直接把你们可以买少少的那。额外付了运费，可是这些优惠就等于就补贴了你的运费的意思，所以我在开箱之前把这一个优惠的部分先跟大家讲，那原因何在，因为其实有没有买都没有关系，因为事实上要买一个奇美的包子
哪里都可以买，你们到家乐福，你们到大润发，你到你家隔壁的全联，你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买，然后每个通路他们都有跟不同的地方都跟全跟奇美进不同的东西。那我们做这个优惠并不是来这里说啊打什么价格战，然后来跟每一个通路拼场，老师来跟啊、哦、我来逼赢熊秀，也不是这样哈、哦，这个真的不是这样子，所以只是要让大家很开心的，我们这一次的想法就是牛爸吃到好吃，一斤加三缸哦啊，真的套餐嘛加暗时啊，问讲一套餐家己搁摕起来，三缸就加一包十粒的。的包子，然后你知道今天还没有开箱，刘爸今天早上你们还看，包是开过的，你看这包一根几亏鬼啊，你就会知道哈、哦。然后朱小编是来跟他抢那个奶黄包啊，刘爸没吃甜，所以那包那个奶黄包直接接收、啊，对，朱小编只有来拿两颗回家吃，就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今天哈、哦，对哈，哎、哦。哦，来，一直要运费是因为来玉秀，你没有输入朱小编什么福利社，玉秀你要输入朱小编的折扣码，这次的折扣码要输入朱小编福利社哦，他一定要输入折扣码来，那个大家要好，然后你们就已经好，就直接好，所以这是一个概念。好，那我们现在就因为进去页面。你们知道吗？他们的这个食品馆啊，整个的厂，整个的奇美食品啊，有总共哈、哦，我等我回台南啊，有空啊，我有一天我跟奇美食品，我再去参观他们的那个观光工厂，带大家去看他们生产包子，好不好？好，就我们再去看看，哎，包啊，安那生产，安那干好，好。然后呢，他们有台南仁德厂。然后某一个那个歌雄那个湖口的包子的厂就有厂，然后他们的厂区有包括了做包子、馒头、挂包，然后还有面包的工厂，面食的、熟食的调理食品，包括年轮蛋糕。等于说他们的类别其实是非常的多，所以你进去官网，如果你不会配，你会发现我底下被倒来倒去，你要倒多久的，连我做到买菜的人，你知道我要逛我那2000块啊，你知道我要配很久很久，我才好好的花我那2000块，花到我觉得嗯这样子很有意思。所以接下来呢，我要把这个对，就湖内厂哈，所以我接下来呢要把我们这一次奶黄包皇上的皇齁，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呢，这一次我们在表单上面呢帮大家开出来的一个很好玩的组合。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你们如果啦齁没有喜欢我开的这个组合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或者是你觉得哦，他贼弯刀扁胸扁美都可以，真的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这样买。你可以到，全联，你可以到哪里都能够买，好、哦、都没有关系。哪怕去买一颗，然后你知道哦，原来他真的有老师那么说的好吃吗？好不好吃吗？问刘爸，刘爸吃最多，那你知道刘爸吃最多哈、哦。好，那我们讲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一次啊，最开始的起端呢，我们原始这一次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从花240块在那个面包工厂，那时候买了一包这个，那时候我们就是买一包这个，对，把它给叫我把它给带你看听。我们先讲说，这个是一包叉烧包，里面有十颗。那你可能在超市有买到的是一种另外机器的那种。柱形的包子，但是这个是一个港式的、嗯哦、然后它是十颗、哦、你会看到我把它变过来一个是这样、
哦，它是一个底下有纸托港式的这个茶烧包，有十颗，哈、哦，好，然后这边有怎么样？好，搬起来，它当然也套出来。嗯，好，那你那个白色的毛巾拿来，把它擦一擦。我看不清楚。好，没关系，伊、就是安尼有怎么样的对了。好 ，OK。好，okay, 好有怎么样？茶烧包，十颗，哈、哦，好，好，好。还有奇美电视吗？有啊。啊，刘爸，你冇看？哎、欸，我了。袁明，你跟刘爸关心的是同一项。刘爸就说奇美电视，你知道吗？莫你的，莫你的。好、嗯。然后呢，这个之后呢，我那时候啊，就看到了有什么。就有这个港式的点心哈、哦，所以有这样子的这个三个点心，我选了有这三个我都有选，好、哦，对我直接剪开好了。这个港式的，对，好，我直接剪开哈、哦，这种经典，很经典啊，很经典，港式这个。啊啊！已、啊、经，哎、啊，看起来拢同款。对。看起来拢同款，大家拢同款。好、哦。啊，这个是迄、那、落、個，这个是应该蟹黄。对，这個、蟹黄风味。哦、这个是一罐迄落啥？蟹黄风味的烧麦、嗯。等一下，等一下，不用急。嗯等一下，一个你就只要掌劲好，我会慢慢来，你不用急。可是他今天很想要穿。对，因为他很刘爸真的很开心哦。我喜欢吃这个。因为这就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冷冻珍珠丸子，好，冷冻珍珠丸子。那我在家里面收纳是什么？我是两个有硬托的东西，把这一包夹在中间，所以就可以硬挺挺的。这一包是袋子的，它没有一个硬托盒。我在家里面是把这个。直接放在这里面，没关系，大家不用急，刘爸你不用急，我不用遥控，我自己会弄，你不用急。因为他想说他吃的比较多，应该他代言。对，好，你们看看呢、哦，我在家里面，然后呢，我在家啊，我看看我有回收的没有，没有，我就拿一个。你们可以看到哈、哦，这个就是珍珠丸子，这样一包哈、哦，可以看到，应该都是30，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30颗。好、嗯哦，那包装上面它就写的，我可以给大家看。30颗。对。好、哦，这一包拢30粒，所以就有几啊就对啊，哈、哦，这都是30粒。好，我们这样子，我们先开完，这样再来统一再来操作。食物的部分，这样才不会乱，好吗？好，我们先看，好，先看完内容物的部分，好吗？再来统一，再来处理料理的部分，好不好？好，这样才不会乱。好，然后这边这样，然后再来，朱小编就跟我说：“妈妈，你今天要帮我蒸2颗哦。”小芋泥包，这个是朱小编最爱。上一次我要买2000的时候缺货。对，就只有奶黄包，设备也一点做啊。对，然后呢，就只有奶黄包。朱小编吃完还问我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说你要等我再下一次再买的时候才有了，你就会知道。那这个的话，全年应该有时候会有，对不对？对。小编在全年有看到，不过对，好像有的时候会有全年好像会有不同规格。对，有不同规格，规格不一样。对，这一包有6颗，然后还有说这家店有，那家店又没有，5颗，对，5颗，5颗，好、哦，所以你就会知道，哦，这个家里有小孩，真的，冰凉心贡哦，然后可以替换风味，好，所以这一组这样子，今天在表单它有一个单独的物件，我那时候拼凑起来。打完折，今天做出来是800多，800块钱，好、哦，这个是800块钱，好、哦，这是有一个物件是，对，好、哦，那其实奇美的包子会让你有选择障碍，因为每一个用料，你如果吃过，我们
真的会让你有选择障碍、很难选。我们去吃的时候，三粒六粒啦。对，真的很难选，我不敢把我家的小蒸笼，我如果拿，你知道我如果把我家的那个，我家的这个东西，就蒸笼小蒸笼拿出来啊，我觉得会把你们觉得搞到你们会觉得哦，这样子我好。觉得门槛不用，你在家里面小盘子什么蒸一蒸，就是丢进电锅，丢进电锅就好了，你知道吗？真的就这么简单。好，然后这个就这样子。好，然后呢，这是其中的一个。好，这是一个。好，然后呢，这就是我当初买的第一个。好，然后呢，有了这一个之后呢，背吧，背吧，对，我那时候都。欸，我那准备应该不免费吧，我那准备这样爱没有，就是他没有打，没打折，我是选了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那时候没有芋泥包，我那时候是没有货的，对，我那时候是没有货的，齁，对，齁，然后呢，接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想说，那我还要再买什么？那时候我不是都会去露营吗？然后我去露营啊，我就会开始想说我要买什么东西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在里面呢看到了有东西可以买，所以我那时候啊就买了这个，我买了这一个挂米啊，对，我买了。一包叫奶油松露奶油炖鸡，炖鸡，你知道吗？买了一包松露奶油炖鸡，不错。那为什么？因为我在这上面看到它有一个配套，是黑哥大，这个叫生吐司。这个是吧？对，很好吃哦，很好吃。对，生吐司啊，我们收到之后，我立刻带去那个龙牙，对，真的很好吃。啊不，肉酱也好吃啊。对，然后再来就是，配了一个方便啦，方便。对，就是妈妈不用，我又对，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妈妈不用很辛苦。那这个呢，很方便的是，我打开给大家看哦。有一包那个意大利面肉酱，跟面煮好的冷冻的意大利面，然后那时候我就买了这样，我记得这样子加这样子，然后这个这一包面好像在官网是30块的款，这包是30块啊，啊你倒起来我会记得是300几块啊，结果呢？我和刘爸吃的时阵啊，伤脑筋。我是面食较少，对不对？问题还未饱。啊，我怎？我讲啊，啊，我伫厝里怎搁去揢一撮仔面来煮，你敢知影？啊，对我来讲倒头麻烦。结果刘爸甲我讲，迄酱安尼伤济啦。你敢知影？有剩啊？有没有？刘爸甲我讲酱伤济啊。啊，我怎啊想想讲，啊，酱伤济就爱面两包啊。吼。对啦，两包。对。啊，但是妈妈呐，咱讲诶，如果我这边还有这个，那这样子再来母亲节，我面多一点。都免煮。啊，不是啊，你全家伙人免煮。吃三个意大利面配面包。啊，再做一下蒜泥面包，安尼是不是会当？这样一餐是不是可以搞定？这生面包，生吐司很生吐司，对，生吐司跟白吐司价格是哦，价差很大哦，你知道哈？对啊，这要专业工厂这样做。生吐司啊，所以朱小编，你可以跟我讲，今天打完折这一单在页面上面多少？360。所以这里做意大利面是三包哦，意大利面做三包哦，对，三包。哎，这个肉酱吗？是猪肉，是国产猪肉，是我看看哦，我看看一下哦，哈，来，是台湾制造，原产地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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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哪一种表单都要朱小编，对不？朱小编是吗？Google 表单不用，对，好。所以这个是这样，这个就是360，360对不？这个就是360对吗？对。
哦呵，这个就360，哦呵。松露煎的单买一包偌济？我一底下顶头啊，你不要单买，你单买划不来。如果到官网这样有做199，可是你怎么样凑你也划不来。你今天你这样凑，你像这个这样180，这个这样子90，可是270哈。对，可是今天我们的420，然后我们做360。四百二，你若买起来官网买起来要420，可是今天只做360就对了。好，对好，所以这是360。好，那那时候我要花2000的时候，接下来我的2000块，前两天。你们有看，你们知道我好好的花，我的2000块，我有稀释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那2000块，我花了多久才好好的花完。这我能吃起啊？对，好吃吗？好吃，好吃哈、哦。啊，够接下。所以我就、我有买了一包，我跟刘爸带去龙牙的红烧牛肉汤、这一包是我后面才吃，哈、哎，这样可以选择吗？没有什么选择，都是。固定了，因为如果没有，你们就是去官网上买就好了哈。对，今天这个就是配套的，没有什么可以选择，就是这样。如果你们要自己选择，就去官网自己买，就是买天。对，这个就是一个傻瓜模式，帮大家做好的，对，然后给大家的优惠这样子，懂吗？哈。对，要冷冻，冰箱放不下的人，表示你家还有东西可以吃，就。如果那个冰箱现在有一点点紧的话，他可以选日期。哦、对，朱小啊，对，你们冰箱放不下，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做的日期表让你们选择？你要什么时候才出货？有没有发现他是有日期可以选择的、哦？讲你要10天后出货也可以。对，好，然后再来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买的那时候是没有打折啊，所以今天就是过1500就可以免运又打折，所以等于说是门开下这几年的丢啊。那时候我又买了一包的红烧牛肉汤，我如果没有记错，我那时候买这一包是180的样子，子晨对不对？红烧牛肉汤，我如果没有记错，我好像是180的样子。红烧牛肉汤，对不对？对，然后再来就是，180，对吗？是哈，好，然后再来就是我有买了一包这个狮子头，对我有买了一包狮子头，狮子头对，哈，好，我有买了。对，好，有一包这个狮子头很方便，就是，直接这个软袋是可以泡到热水，或者是你要倒出来蒸饭的时候，像蔡阿公就蒸热就可以了，哈，对，哈。买超过2000没写折扣吗？对，就是有加送一包饺子，对吗？哈，好，所以这个就有一包这个，然后会有一包的这个煎饼，然后呢，这样子是360，然后360，然后朱小编爱吃乌龙面，那个就是奇美他们在推面面俱乐部哦，就是。他们的官网也有在推，就是所以他们说这个西式的意大利面大家可以吃吃看，很方便。然后这个牛肉面，他们的这个面就放的牛肉面给大家可以放在这里面，可以配配看。好，那这个就是有一个中式的可以煎。那你知道啊，我其实都是自己做饼，那没什么机会去买啊，我这两个盖北吧。我在买了这个之后啊，就是我其实也是开眼界，好就好，不好就不好。然后我买了之后，我其实就带去哪里，我带去那个赏樱花，去苗栗那个司马县的时候煎那个肉饼，结果哎呦，我发现这个葱肉饼好吃，我就想说到底是真的就是他们好吃，还是大家的都好吃，或者我只说北吧。然后后来我就再去买了一家别家的回来比，结果，刘爸比完之后跟我说，奇美真的好吃，
所以我有再去买一家的，所以一些东西我是有去买，我不能说哪一家哦，但我是有去再买一家。买一家我认识的另外一家回来比哦，我很负责任哦，我不可以说哪一家，但是我有很尽责的再去买一家回来比。牛肉面无放味精哦，哈，无拢无放味精。他今天摆在桌面上的，所以大家会很惊讶哈。我先把为了食物，哎，玉达，你可以帮我这个把它装起来，我把它放到冷冻库，因为我觉得想要维持它比较好的品质。好，哎，牛肉汤算不会辣，哦。对、哦，所以这个好，所以这个等于说我那时候今天打起来就是这样比较简单的概念。这一盘中西式的这一盘也是360，这个也是360，在那个表单上面都是360、360组合啦，组合好、哦，没有替换，你没有替换就是没有替换，就是这样子。不用，这个就放这样子就好了。这个叫做、那個、包包，这个叫做什么？懒人组合包啦、啊、对，就是懒人组合包，这样子就对了。好、嗯哦、好，好、嗯哦、好，好、嗯、好。最大最大的 CP 值，哎，对，就是 CP 值在这里啊，哈、嗯，我觉得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老师帮你配，我就是帮，因为配这个，你们进去官网一看，你就看完就会发现，嗯，哦，他我刘爸，我没办法，创肉饼 PK 赛啊，七秒胜出了，让家，对，这个不是就留，我们有买回来测，哈、嗯嗯嗯哦，好，那当然。这个每个人选，除了我们讲说这次我们从港式的点心的想法吃了那个叉烧包，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奇美的包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色，也是我们在家庭生活消费里面，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大家一个一个去买啊，这个早餐啊，你日常的生活里面可能就是会花最多的钱这样子。好，那所以其实最实际的部分就是，如果在家庭的生活支出，从早餐是可以省到最多钱。那所以在这一次的表单里面呢、啊，跨免运的部分1500块的组合里面，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刚刚的一个三个组合合在一起。刚好就是一个港式的点心组合加一个中式、嗯、大家慢慢来哈，慢慢来，港式中式西式加起来是1500多，对不对？1520，它就直接就跨过了，就跨过免运了，就是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些全部1520，就刚刚那样子下吓贼，1520到你家，好、哦，就刚刚那样子，1520到你家，好、哦，就是这样，好、哦、啊，你不要那么多的人，你们就一去选那个小小的，然后已经有打折了，你就是付200块的运费、就是，是那个打折的优惠，运费就已经是。等于打折的部分就是要帮你吸收那个运费的意思了，这样子好吗？好，那另外还有一个1520的组合是什么？就是把中式西式的美食帮你抽掉，然后帮你配上了一个就是早餐的补充包，就是有的人是他希望是我的主力是在买包子的部分，就是早餐的补充包，那就是把包子买好买满，然后就是会有这个十颗的，再多十颗叉烧包，还有这个鹿港的鲜肉包，还有这个这么大颗的这包熊宝包，这应该是各类菜包。那个是菜包吗？各类菜包，对，好。哎、欸，我嘛唔知啊，叫一下，而且还是冰冰哦，还好冰冰、哦、可以哈、哦，这个鹿港鲜肉包，对，哦，肉包，来，肉包啦，哎、欸，来，林佩，子成，你看哦，购物车进去没办法结账，是因为林佩你没有输入那个猪小编福利社，对吗？他的问题应该不是这个，按进去要结账，但是你还没有验证手机哦，就是你进去快速登录之后，要先验证你的手机。丽玲，
丽玲，你的这个部分你可以，因为为什么？这个部分可以另外好，可以累计免运费吗？可以的，就是除了原始2:1520的，你也可以选那种叫做360累计跨过1500就可以免运了。好、哦、好，对，但是咪咪很多人啊，你们要买什么的都 OK， 就是每个人今天啊。早上看有一半人是买早餐的组合，所以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哦，高丽菜包在这里，啊，这鲜肉包了，这鲜肉包，啊，这大包了，鹿港鲜肉包，所以鹿港的包啊，这大粒的呀，刘宝你也要买这个吗？我要吃，我要吃。好，等你该吃这个，好，所以我这包我也不吃。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葱肉饼啊，我们家很快就吃完，我等会也会煎，所以这边。好、哦，这个就放在这里。有的人是要买这种补充的，那这个配起来，这个也有配这个，就是没有中式美食，就是早餐的补给站。那有的人会加起，他是可能跟姐姐或妹妹来分，好吗？好，那今天呢，等于就是1520的有两种组合。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在那个360那种，你要买跨过1500的话，也有免运就对了。好，然后呢，这一波其实我觉得开在这时候，除了今天我开始的时候，介绍了奇美食品给大家认识，已经做完了广告的宣传之外。还有就是大家快快乐乐的买团购，那大概最重要的今天的直播的意义已经完成了一大半。那开在这个现在的意义最重要的在哪里呢？就是马上下个月就是母亲节，那我选择这个时候就是最希望的就是刚好满的，就是让下个月所有的跟我一样爱煮饭的妈妈，因为有这个奇美的食品，可以让妈妈稍微的轻松一点点。好，我觉得这个是很实在的，就是有这个东西，妈妈会当给妈妈较轻松一丝啦。就是反正刘爸每天伊就最近伊就会当食这个，妈妈就较早餐宵夜，早餐都冇，都给妈妈包办一下，这样比较好。然后就有填 Google 表单的，冰箱还没放下，这三天想要优惠下单的没关系，有。官网可以选择日期，好，你平常轻轻想办法啊，或者是要去跟爸爸妈妈平常有位的，或者是要跟姐姐妹妹要去清要去分量的也没有关系，你们去盘算日期。那在官网下单的可以勾选日期，那在 Google 表单填的话要干嘛？就是要去那个。不能够选明天立刻，我知道你们很想吃，尤其我现在等会明天出不了货，他们得理单哦，所以最慢要到3-4天后才最快可以出货，所以这个今天呢有很多写明天就要出货哦，明天没有那么快哦，没办法明天让大家吃到，所以这个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哦，跟大家讲一下哦，今天写的哦，要先跟大家，然后选 A 组的时候，Teresa 要输入，那这一次的那个免运的要输入朱小编福利社，优惠吗？优惠对，好，要输入朱小编，复制，好，可以复制，要日期到货日，好，好吗？所以这个要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输入进去。就是让大家选那个日期，就是选到货日，但是还是会依实际上货运的状况，可能前后，可能往后一天那，或是当天你选的那天这样子。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现在开箱已经开好了，可是呢，今天呢，在晚上6-7点的时候，我跟这个对，还有。2000块，丽姬，你们有买超过2000对吗？那大家的冰箱真的？你们的冰箱真的放得下吗？好，再送。好，如果你买超过2000块的朋友，
在2000块官网是2000块才免运，没有打折，然后要过2000才会免运。那这一次过1500就免运了。我们是过1500就免运，然后基本上这个设定都是在85折左右的价格。然后如果今天是满2000的朋友，奇美还有再多送一包这个和风的饺子，哈、哦，还有和风的饺子，然后呢，这一包又再多送了，是2000块的朋友就有多送一包和风饺子。但是呢，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讲说五月让所有的妈妈姐姐们比较轻松之外，还有一波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最近就是迎接的就是猪肉涨价，还有再来就是面粉涨价。等一下再 A 组等一下再说明一次。A 组哦 ，A 组就是等于是有港式点心、港式、中式、西式，上面表单都写的，就是有港式点心、啊、有中式、有西式的，对，通通都有哈、嗯。然后如果是另外的 B 组，就是港式点心配早餐的包子组合。好，上面很清楚了哈。对啊，如果是你在里面买超过2000块的，就是他会再额外。但是呢，因为这一波就是我们做这一个概念上面不是来变牛，可是我们宣传啊，宣传。那只有3天，哈、哦，只有3天，然后也是奇美，凭良心讲，这样那个食品厂商会不会说阿芳老师都是独后台南？但是也我是台南人，人不亲土亲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嗯。然后呢，台南人都挺台南人啊，吼、哦，这是，诶，刚刚7点，这真的是7点哦。对对对对对。朱小跟你来的时候是7点哈、嗯。7点啊。对，今天定哦。不管订 A 组或 B 组的好朋友，永兴不知道在线上，搞不好连永兴都不知道。今天订 A 组或 B 组的好朋友哈，如果你们可以订到，包括今天白天订的，现在还能够订得到的，到你们一直能够填单，不管在官网或者是 Google 表单，可以订得到，只要没有关单前，哈，3天内，可是不一定哦。如果有关单的，嗯，会关单的好朋友。公司会额外再帮大家放一包不抓饼，就是什么天津葱抓饼、乡村抓饼不一定，反正一包公司应该是5片吧，就一包再多放一包抓饼进去，就是想啊，反正也坑着啊。我会选抓饼的原因是因为我怕你们冰箱放不下去，我们如果再放包子，我觉得。你们会放不下，所以我选抓饼这样子再放进去，最实用，早餐一煎就可以吃，这样子好不好？好，好，所以这是没有在里面的，好，好啦，啊，也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们看，嘿，好哈，所以就这样子哈，好，好啊，莫讲哦，哈，好，就这样子。A 组有生吐司，就是有含西式那一组的话，就会有生吐司哦。哈。就是有人问说，请问 A 组有生吐司吗？有啊，有，所以那1500块，恁讲叫我念念完，我今仔就没。哎、欸，对啊，因为现在已经讲开箱1个小时，我煮刚，对，我要讲很久，所以大家上去看，好啊，冰箱放不下的，对，就是爱给你借冰，对，就是这样啊，很实际的这些东西，如果以。现在饮茶店到底是3颗烧麦放一笼还是4颗放一笼？3颗了。对，好，好吗？好，就这样子。好，那真的是希望3颗6折啊，这也是折扣码，打朱小编福利社哈，好吗？好，呵 ，OK， 好，想看料理了，我们来开组了。因为可能买的都已经好。还没啦，现在在歪楼啦，还早呢，我还没开组呢，大概还要开1个小时，还要再开1个小时呢。好啦，啊，你们觉得我们就直接让他乐乐等没关系啦，哈，反正乐乐等啦，好啦，就是注定乐乐等啦，啊，乐乐等啦，反正同乐会本来就是乐乐等啦，哈，好，来，我从哪里煮起？哦，面面先收啦，好，好啦，好啦，我看我的 rundown 啦，好啦。好，来，先来吹
烧麦，先来啊哈，呵，一个一个来哦。在台南可以自取吗？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哦？因为这是一个 CAS 的食品厂，所以没办法，我们要连我们要去访厂都要特别申请，所以不好意思哈、哦，不是。讲您大概哈，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要请大家一定见谅，见谅哈。好，来，那我们现在就是比照刘爸，比如说我们中午刘爸你换位置了哈、对，好，那我现在呢，先打点歌。我跟我中午回来啊一样哦，就是很忙的时候啊，我就点歌先倒来，我水就先给他放下去啊哈。我点个水就先给它切下去啊，然后呢，我就会开始啊。我有时候啊，烤过面包的纸啊，哦，我不太会丢哈、就是烤过面包的纸，我不太会丢，我会留下来。然后呢，今天刚好没有。啊，你有种啊？我啊，你食遮久，你拢无法甲你下骹迄厝诶。我摕起我就食。老大诶，恁某做很多，你拢无法甲哦。他都连纸吃啦。没有啦。没有啊。因为迄袂黏嘛。伊袂黏，所以迄是我无咧注意啊。对啦、我是用我日常用过的烘焙纸，然后我都会洗补留下来。一点点我都会这样子，好，然后呢，我这个家里面的蒸笼，因为我觉得还是蒸笼弄起来是漂亮的啦，哦，好，但是在家我就是用盘子而已啊，你就直接盘子就对了，好啦好啦，连烧水都没有烧，我就是盘子，然后把酱油点过，我家拢爱用蒸笼，因为安尼我唔知有先去盐茶，啊，我都泡一下茶咧，对不对？我泡茶啊配盐茶，好。我中昼回来，我讲，你甲用一下，用一下，迄款找一下共识。对，啊，妈妈，我跟你讲哦，你买完啦吼，我可以保证你下次你不会说我家己做，凭良心讲，尤其这样时啊，物料吼涨价，所以。你这一摆更加侪盐嘛？十粒啊！我即人拢也找十粒互你食。对啊，你这摆这更加侪盐哦。咱去个三粒。啊，顶我顶过一个顶，我无找十粒。这三粒。我黄个找，我找十粒啦。好，然后来珍珠丸子。而且它蒸好是有香味的哦，你不用担心，你自然啊，很特别哦，你就蒸好啊，你就知道十分钟就自然，它写八九分钟啊，我都差不多计时器，我就吹十分钟哦，你就闻到。八九分钟，安尼就你就闻到香味啊！啊，我就安尼甲开入去，安尼。啊，水有闻无？我就拢开始就甲闻落去啊，安尼。啊，闻滴水偌济，你拢不管啦，闻滴吼，对不？我就吹甲熟，吹到熟。哈哈哈！你闻到香味就表示就好啦，安尼。对。你大人讲，你的水偌济？蒸笼怎么做？不用蒸。不用蒸笼啊，就瓷盘，你知道哦，你就会知道。不，刚好我家有蒸笼啊，我为了我没有去茶楼，我就叫阿芳说你用蒸笼给我蒸给我吃啊。啊，我泡、那個、什麼泡一壶，那个。亚龙说要骨煲一壶啦。亚龙普洱啦，普洱啦，普洱。哎，没有的话就是像这样啊，就是小碟子。坑嘞，朱妹，你就是这样子而已，对不对？对啊，我就是盘子，就盘子这样子蒸一蒸就好了。好，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我在家里面怎么去收纳这一个烧麦哈，就是也跟大家分享我。快冰啊，直接下去
不用退兵哦。我在家里面是怎么去收纳这一个这两个烧麦哈？用蒸笼是茶楼，用瓷盘是饭店。好，来跟大家分享我在家里面怎么去收纳这一个。那这个有一个有合托，一个没有合托，我就是这样，两个，然后起来，大爱了。好，每一楼水分没流失啊，对，对不对？对。它烘开，好，水分没流失、啊。对。啊，差滴滴，差坑。没有啊，就这样啊，然后这一盒，啊呢，啊就装，就用一袋啊呢，就对了。啊，这样子，啊这个就放这样子，啊就这样子放进去了。哎、欸、呀，加、啊、水滴滚啊！我滚蛋我一个啦。好、哦。好。然后今天我在家里面蒸包子，当然也可以电锅来啊、嗯哦。啊，我今天因为要让你们看见呐、啊嗯，然后呢，我就。哦。哦。哎、欸、啊，这也会用到呢，水。没玩乐啦。哎、欸、哦。朱小编，各位早上。奶黄，哦，你给他按奶黄包一颗就好哈、哦。好，然后玉米包今天有人变心了。嘿嘿，就我们讲，伊家会当点咩饭店食，啊，饭店都卡，饭店吼、哦。还有呢？百几块，用盘啊，卡茶楼卡烧，用蒸笼。叉烧包。叉烧包上来，2468，哎、欸，啊，你会再扛一批那个？嗯，叉烧包，我爱吃叉烧包。玉达，你要吃什么？啊，玉米包好了。啊，你也玉米包？叉烧包，叉烧包了。哈哈哈，就都点同一款。哈哈哈。人客啊，要吃啥？我知道你为什么爱搁放一个，因为这个吼放袂掉，这个吼、哦、这个如果放不下去，没有、啊、你在家里面自己找爱放给谁呀？都我安尼都我都会当吹呀，吼、哦、啊你吃起，安尼刚好，叉烧，好，安尼就会当吹呀，吃起，安尼是不是都？解决啦，嗯，安尼是毋是就会当吹啊？安尼就咧吹包啊，吹，安尼就咧吹包啊，对不？安尼是毋是就咧吹？啊，我知啊，安尼伊热气吼，全拢对迄个热气，全对这个床架，对这个床架，咧吹包啊，意思同款，吼。哦，那这样子是不是就那个好？然后呢，我通常啊拿出来之后，我就会重新整理，整理有好些包子，我会重新。好，整理 Q 好啊，好、嗯嗯嗯、就会把它重新整理好了。嗯，好、嗯嗯，把包子整理好。对，在家里面我没有把我的蒸笼搬出来，这是因为用大蒸笼做出来。我们一面哈、哦。这个太方便了，只不过妈妈在家里面你要如何、嗯、我们今天就一面好、哦、看收纳整理好、嗯哦、因为为什么你如果没有宽宽的你的冰箱你买较大台也没好好、哦、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在做整理，刘宝你有看到吗？有过来扣好啦，对，我就开始在扣好啦、嗯嗯、你们可以看到我在整理了、嗯要下、啊，你们可以看到哦，我已经把你看看呢、哦，我已经把这个啊，不变了哈、哦。对，永春，我们一面已经在整理。嗯好，
先学收纳哈，这样子就可以缩小自己。妈妈，我跟你讲啦，这个很快呀，两年半你无滴的，恁阿孙的啦，恁遐囝，你吃了咧，你有发现阿那咧看电视哦、喔？就发现，可能那可能找包啊，可能吃包啊，你敢知影？一到面就发现，安奈搁咧食包啊！好，可以看到。有没有哦？这样把它整理好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就是。放冷冻库。啊，就放进去了。好，这个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来开个牛肉汤。哦。好哈，来，今天因为加码的关系哈，我先讲哦，不管有没有加码，如果大家发现表单关起来，就是，应该还没有吧？还没有，我不是吓大家，但是如果这还没有到三天，表单就关起来了，那对，就是对，因为。奇美公司也是第一次跟老师合作，他们下午就已经见识到大家的热情，所以好，好，我们来看哦。那这个牛肉汤，我那天呢、啊？它有没有微辣？有，但是我一点点啦、啊，不大辣啦。对温姐来讲，我觉得等会请朱小编帮大家，不能刘爸你不能讲得太率性，因为你吃辣，你不可以这么说。我也吃辣、欸。对，但是好，那我去，我去弄热水。可是真的，那个吃辣的人讲不辣是不准的。对，所以不可以这么开箱，不可以这样子。对啊，你万一人家说，这样是不负责任。我跟你讲哈。咱讲不辣啦吼，像你讲我去食吼，诶四川啊、川妹子诶啊吼，吼辣妹子诶，阴香啦，阴香啦，啊但是对因来讲，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辣。对，所以不可以这样子。啊、对。啊，咱哪个四川小子病吼，四川人病吼。然后我大概加了一杯的水哈、哦，再下去，不到一杯啦，但它可以加到一杯的水量，这是我自己。的经验的、好，等会热牛肉汤给大家看嘿。好，那因为炉子我要来煎饼，所以我把它放到电炉。跟我那天龙牙是有关。龙牙啦，龙牙我们就用这样、啊。等一下再给大家看哈、嗯，好。嗯。后，然后呢？再来，来蒸一下肉饼的哈。蒸肉饼。两个哦，好啊，包啊应该蛮好啊，无烟啊呢？什么？无烟啊？这还袂闻到芳味，嗯，对不？嗯，不知道你啊哈，嗯，好，我烟拄啊出，不是无烟，烟拄啊出，包啊，这个吼烟遮济呢，啊，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很聪明，啊，就去弄伊啊，顺用对你这样用春青。拼拼凑凑这样蒸包子，真的非常聪明。啊，我这样是啊，会较有水果、嗯、对不对？啊，对。对吧？嗯。哦，你这个狮子头。嗯。好、哦。好，我已经转小火啊，因为包我已经维持小火，已经烧啊。
已经烧啊，我已经可以维持小火。嗯，哦，好，安尼好。我来蒸一下饼。哦。嗯，我平常迄个。没吃 A 组的你就不要，没吃牛肉就不要买 A 组啊，就换别的啊，可以。对，朱小编，你帮我问问看，问问看永兴他们，看可以怎么处理。看小编他们在线上，直接有他们在上面在回答了，等一下问问看哈。好，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饼的部分。刘爸，你帮我拿一块砧板啊，没有，这外面那块大砧板。好，对，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冷冻葱肉饼。等一下，好，来，这个葱肉饼，它是这样，一起五百哦。嗯。我记是四个。细节。嗯，哎，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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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一个饼盒托，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朱小编，妈妈的手有碰生饼，再一下下你就可以来帮妈妈开包子，可以吗？哦，我还有一个奶油机，也可以泡到。热水锅子里面，没漏啦。啦。哦，哎呦，多方便啊！去录音啊。万年多，过单车。肉饼，我们煎两块好吗？吃得肉啊。一块就好了，超多的。等会还有十八个底的，哈哈哈哈。所以正好食物好方便哦，我可以煮这么多东西，我可以吃很多，因为我晚上没有吃饱。对，刘爸刻意的，他知道今天晚上要有奇美可以吃。嗯，所以我顺便帮我添乱，我说再拿回去，拿回去不要了。我吃菜。好。嗯。好。好，朱小编。帮什么？你来帮忙。帮什么？没开煎。不是啦，好，那个。煎。不是啦，先来开包子。哪一个？这个。我看。先开包子啦，包子是这个呀、啊。哎呀，蛋姐，侯伊苏小编那边哦，你摄影师的摄影师永红好，苏小编你在回答吗？蛋姐侯伊好，以迎而来啊。好，有特殊状况的，另外留言没关系哈。哦，有问题都好解决。不能换，对不对？好，没事，因为为什么？因为物流仓的关系，对。好，好，因为物流仓不能这么动，对，所以要请大家包涵哦。好，你可以看到哦。好，刘爸帮我拿纸巾。好，等等哦。好。水呀。哦，这是我去龙岩来孙子家，很棒的一张饼哦，很厉害呢。很棒哦，啊，我锅子够热，现在我已经把火关掉，用余温在煎。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早餐组合啊，如果喜欢叉烧包的人，你可以不选中式西式的那个组合，真假，你把包子早餐组合买好买满，然后再配一个那个中式组合啊。啊，你个差过去。无啊，回慢慢啊回倒来啊。水无？嗯，水。真好一套啊。嗯。然后我的包子现在维持如星火哈，那一锅也是维持如星火在续温。啊，真好一烧。刘家，如果你们是用官网，你有留 email， 你会收到订购的 line 回到你的讯息信箱，会回讯息给你。那如果说你是用 Google 表单的话呢，就是请小编帮你问问看。对，所以这个是未来的功课，大家要学习哈，要把纸巾哥给指定好。你看哈，我整个拢无。整个拢海油无海海拖油哈，缩缩。嗯，吃起来个好犀利啊！对啊，然后你可以看到煎到这样香酥，哦，你可以看到我已经煎到它很香酥，有没有？很漂亮，对不对？水不？好，煎透煎香，而且它是一个很。有厚度的，不是那个玻璃西亚饼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哦，我去抹它。抹油嘞。对。然后我再把下面的。那一张纸。给大家看。有没有？有没有？有。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质感。好。这对我来讲哦，叫做去餐厅真正的哦，一袋应该要50个的哈，所以等一下，你让我拿，等一下啊，你拿爱我切啊。它是有厚度的呢，哈。对，它是有厚度的饼。好、嗯哦，不是我厉害，这不就是这样？不是咱厉害，是伊饼做了好啦。对，就是这样而已。好，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哈、哦，它就很方便。嗯。好、哦，然后现在我们来拿。微信可以差多少？烧麦。证明说这个万恶的宵夜，还真的很香，它超香的。好，阿梅哦，等你哦，阿梅哦。伊真正真香哦，真正真香啊，真正真香。好、哦，啊用这个蒸。哦，用水锅蒸，用电锅蒸。啊，朱小编要来，要来火面秀。朱小编你有赢来火面秀，给大家看无？啊，不干净，只有打字而已。火什么？火面，你要火哪一个？芋泥包啊。好，来，你也等一下啊，蛋姐啊哈。好，等一下妈妈哈。好的，来啊，就是要来啊，等一下。
我还要再蒸那个什么格雷菜包什么的，用电锅来蒸。来哦。哦，有香无？有。有香吼？也有。就是盐茶的味走出来。老板来。好，来。哎，等等哦。好，好，我先把那个包子哈、哦，刘爸、啊，这两个，嗯，鲜肉包，鲜肉包的肉包啦，好，它底下都有帮大家配好了，方针。嗯，好。现在超商包子一颗多少？不知道。哦，照顾唔白皮皮。好，再来。好饿啊！嘿嘿嘿。这上大粒的。对。十点十点讲说再来糊相片，哦，啊这很棒哈。哦哈，这包好大一颗啊！这是什么鹿港、嗯？你们去养茶，你们都叫什么茶？香片、铁观音，还是普洱？嗯，这一个是鹿港，对哦，肉包，鲜肉包，鲜肉包，好、哦、大一颗哦！嗯，不，安尼两样，还没啊，先两块肉饼啊，还有。什么高丽菜、香菇菜包，哎，颜色纸都不一样哎。对，很细心。哎，这好小颗。很细心，很细心的、啊，他因为。他把它细分开，你知道，颜色不一样啊。玉达，你可以帮我这个放到前面冰箱冷冻去吗？好、哦，好、哦哦。他很细心，就，我这锅也使扛嘛，吼、哦。哎、欸，扛起来。好、哦，好、哦、，OK。好，盖起来，注意把它放到前面冷冻。嗯嗯、好，然后来，朱小编。好，盖起来。那我们来开这一锅。嗯，这一锅哈，这个这锅要开锅。好，来开。哇！朱小编，来，你的芋泥包来。朱小编来，破面秀。嘟嘟嘟嘟，我可以，嘿咻 ，OK， 哇，那我还可以再剥奶黄包。你先，我要试试看，怎么样？嗯，是你爱的那种，就是我蛮常吃的，本来就蛮常吃的。老板，这画面搞定着，来剥他包包喝。我来。他剥过来，因为我这叉烧。嗯，啊，进画面前面。没有没有，我跟着他。你播，你播。哦，好吃哎。我镜头跟着你。没有啊没有，我没有要先让他看画面啊。等会啊。等会要先让他播离开。等会我们先把它。啊，没关系啊，我就这样拿着就好了。嗯嗯嗯，他这样跟我刚刚不是很像吗？来。一号，我跟你讲哦。我拢安怎食，你知啊？我拢吼，将啊，因为伊这肉足济，我拢用边啊骨裹一下。哎呦喂 ！OK， 好。等一下，进口给我。好。好食啦，我都逐天食，这几天都。然后奶黄包，来。
给他吃。嗯。要这一锅吗？来。你要自己剥还是我剥？你剥，你剥，你剥。哦，哦。叉烧包不会辣，叉烧包是甜甜的。奶黄啊，里面是有奶。哦。喝起来。哇，这個、宵夜看真的好罪恶、哦。嗯。好，那我去旁边啦。这个、啊，好，然后呢？啊，那个意大利面，来问大家。卖狗都可以啊。意大利面我煮还是不煮好？因为一煮，你们二边哦。意大利面呢？不行，我还是要把它煮了。我觉得我还是要把它煮了。对吧？我还是想把它煮。这是奶黄包。对吧？我还是想把意大利面煮。好。然后我想要把全部的东西都煮了。牛肉面滚了。啊，牛肉面滚了吗？好，来乌龙。牛肉面我给大家看哦。来。我请来下。我把。好。对吧？我热电拿一个。我头上，我把啊这边，好，我把牛肉面拿来前面给大家看了。嗯。我所有的东西，我还是想要让大家都看到。嗯。好，这是已经热好的牛肉面，牛肉汤。有多少吗？我没有加任何的葱花青菜。嗯。让大家看到原汁原味。嗯。我把。等我。我把那个。肉捞出来给大家看好吗？嗯。面煮瓦片五百分，对，好，都被我捞完了。好、哦，面煮，我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没有，好，没有，都到这样子、哦，好，都被我捞出来了。嗯，好，安妮，这就是我在里面捞出来的肉。嗯，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好，熟炉，你问我他的牛肉哪里的，来，我直接请他们的小编回答。巴拉圭牛肉，好。这样子喝好，所以这是巴拉圭牛肉，好，所以我就不把好，所以这看到了。那现在呢，我在这锅子里面下一点点的水，你可以做意大利面，对。可以用那个水啊，我的意大利面哈，你可以用水去烫，好，嗯，好，来，锅盖。这个是可以吃还是不能吃？什么可以吃啊？牛肉汤。那我你要加青菜吗？我要，好。好，那这样子，我等会我就把它煮完整了。那我煮完整给大家看。好，猪小编已经受不了牛肉面的那个诱惑了。所以我决定把牛肉面煮了，给大家看完整版的。好。这我看不了。我看不了呀，我要把面吹下去啊。嗯。完整版牛肉面完整版。好，那我决定把意大利面煮了。嗯。今天完全部，好啦，你们大家有没有分享了啦？你们今天有没有帮忙分享肉肉等影片？
按分享哦，大家分享。你们有分享到肉等影片吗？有吗？有分享哦，好。哦，那我今天呢，水果刘爸，你可以帮我弄这个。弄什么？意大利面，我的做法我没有煮很大一锅水，我是直接这样子，少少的水，哦，让它软化。你知道吗？一些的嘛，一些些的。我是安尼啊，你哦。嗯，它是熟的。哦妈妈，你们看一下哈，我就只有这样子。哦，你有哈，你们有分享哈。哎、啊，猪、欸、妹。艾伦也上来了呢。那个有妈妈不会分享，你也当给妈妈加一个不？啊。进来，来给妈妈加一个，你待会帮我冰了，放在冰箱。啊，翕一个水嫩啊哦吼。来，趁现在来教学一下。哦，水嫩哦，我是安尼哦吼。那让面滚一下，我先教学一下好不好？因为之前一直有人在敲碗教学，我后来都是一个一个录影片给大家看啦。好，等我一下哦。好，来，那大家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阿芳老师的粉丝专页。然后呢，这边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就在那边，没关系啊。然后呢，我们要分享的话就是。今天的哎、欸，我们会叫大家分享，大家应该懂吧？不用，就这样。有啊，反正不会挡到。有一个光圈。没关系，不会挡到字就好了。然后大家就是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篇贴文，然后往下滑，来这边有没有看到？按赞、留言、赏星星、分享啊！这边有一个分享，来把它点下去。等一下，我点到直播了，就是点这个分享下去之后呢？哎，跑出来了，然后他就会跳到啊，这个是朱小编的发文，小编换成自己的那个小编，等大家一下，因为这样子会变成小编的粉丝也要发文了。啊，我觉得赏星星也可以按。哦啊，刘爸会说谢谢，赏星星。哦，啊你也袂好，我要先来啊。好，好嘞。我面开啊，然后我就会安尼。把水小滴出来，妈妈，你们可以看到，我就会把水小滴出来，安尼就这样子，好啊，就可以哦，就这样子就好了。啊，火关掉，我就安尼啊，然后呢，去包接软硬起来。大家 OK 哈、啊？哎、欸。我知，刘爸甲我讲，迄酒免伤济。好，啊就安尼，哦，啊然后，哇、啊，你咧水济少。啊，就在你的哈，你自己可以自己控制，哈。啊，你可以一次三包收哈啦。哦，我今天是没有把三包一次收哈就对了。很方便哦。香哦。哇，伊个酱吼足厉害，你知？系啊，
所以我讲莫做一摆。两包其实刚刚好啦，啊，三包你就有配那个。一包吼，我就拢做一摆，甲插落去吼。哎，你著爱过去找面来。嗯。顶管顶管有面。哦，安那。你订顶管。哦，我知啦，好啦。莫做一摆，甲插落去。安那样。啊，是不是？足方便的吼！啊，即个三包煮落去，是毋是一家伙啊拢总多好几百？嗯嗯。就一包啊落去，啊妈妈你啊兼正无盐补一撮啊，安尼才加煮。啊？小看卖吼，我要订 A 三种组合进不去。哦，这样子是不是？我今仔就讲用三分之一，安尼就对啊吼。朱小编在还是把它弄上扣起来。好，然后再来这碗。然后要倒奶油汁，奶油汁倒给大家看啦吼，嗯，看伊的。这等下烧，我买下倒，我剩一项还袂去叮当伊个尔。嗯。对吧？你知影我剩一项还袂去叮当伊，我最后再倒，你知道吗？嗯。朱小编的牛肉汤。嗯。来，刘爸，你来加款吼，来。这边，好不好？我把那牛肉汤做回去。嗯。你来这边滚的看好了，好不好？嗯。我把它滚好了，我把牛肉汤做回去。朱小编说他要喝牛肉汤啊，我把牛肉汤放得去啊。嗯。好，我滚了。嗯。我去拿葱花。里面加五八汤啊，意大利面啊，啊配五八汤。啊。你要吃意大利面配胡辣汤啦，啊，老爸吃迄款迄落烧麦啦，呵呵。哎，像我滚，有啊有。我剩吐司，对不对？嗯。我拢行啊，拢行啊。对。好。然后。谢谢啊，赏心心啊，谢谢啊，奖金。然后呢，最后这个生吐司啊。我今天啊，觉得直播做本来就应该要我给了这边啊，吼，很好啊，哈。做直播本来就应该要把它做完整，这个才是生吐司哈，最负责任的态度，哈。所以不怕长，你们都分享了，对不对？嗯。好吧，来咯，我们来写功课咯。来，你有奇美吃。妈妈好轻松，有奇美吃，妈妈好轻松。这样是暗时也要困啊，搁会当补一摊，规排规桌顶。无啦，啊，这家己用就好啊，这切包我来养啊。看要食啥物拢丰富，啊，牛肉，我等下做倒来当，把我摕摕出来，我会当排规桌顶。啊，我现在要来做蒜泥吐司。好 ，OK。我要来做蒜泥吐司。通关密语哈，下了。你们都写对了没？写对了哈，好，要分享哦，要分享哦，好啊，等会送什么？怎么送？等会再跟大家讲哦。好，既然趁你在磨蒜泥的时候快速，哎，小编又来了，嗯，小编又来了，来这边，就是教学一下，哦，跟大家教学一下，说要怎么样去做公开分享。那首先呢，就是先到阿芳老师的粉丝专页，然后呢滑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篇贴文，那底下的话就会有按赞按留言，然后最右边的一个是分享，来给大家看一下，看清楚分享，然后点下去之后呢，诶，等一下哦，因为他现在会跳到那个分享，点下去然后就会看到有跳出这个画面，就是这边的话应该会是你自己的 FB。然后呢，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这边这个地方要给我写，要显示一个地球，然后写所有人才叫做公开分享哦。因为假如说不是的话，你平常可能会是这样子，
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是朋友啊，那这样的话小编在检查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你的那个有做公开分享的。那如果说这边显示是不是所有人的话，就是点一下，然后点到所有人这一格按完成，然后按立即分享，他这边就会发布中，按已发布，那这样就成功咯，好吗？那如果不会的话，小编之后还会再教。这包子帮 我放回去，等会才会。哦，等会我先都放进去嘿。好，等一下。等你开始修修哈，好，都放回去。等一下吃才会热热哦哈。好，先放着哈。好，我们等会再来收。好，好，那我们现在呢，最后一个。我已经，你们都在写功课了，我要来切，我要做最后的一个点心，让你们再写。现在有1300多位的好朋友在线上跟我们参加今天的包包同乐会，然后这也是最特别的一个喜美幸福工厂的生吐司。那这边有这个生吐司，那我准备了有一点点的蒜泥，好，然后吐司，还有一点奶油跟植物油，我们把它备好。哎，那五百汤好啊。好，站起来吧。等一下。哎，捡不起来。我捡不起来。好。好，那我们把这个吐司面包呢，切厚片。从冰箱直接取出来，冷冻库。对切。好。好，那我们在锅子里面。这我要用来沾松露，可以当一个假日的西式的主菜，配那个奶油鸡。好，放一点点的油，把我们的冷油的时候，把我们现在的蒜蓉放下去。先把蒜蓉炒香，冷油的时候开始炒哦，它会变白，取平底锅嘿，把它的香味炒出来，会变白哦，我让它炒出那个辣味炒掉，变白。好，变白了，辣味走了，就会变香味。好，我关掉。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奶油一点点，奶油下锅，就这样子。奶油，然后放一点点的水，放一点点的水。就奶油水，这样才够，不要全部都是油，太可怕了，哦，好，然后放一点点的盐，来搅搅诶。就这个蒜泥水、奶油水，先把它弄一弄，好，
把它调好，都弄好了。哦，这个是我去龙平安西村常常会做的点心，然后我今天做这个是要让大家来配那个松露的奶油鸡。好，然后这个生吐司就开始了，把它沾一沾。好，我们再拿起来一面先去沾吸这个汁，都去把它挂这一个汁，先把它挂起来，去当海绵菜瓜布一样把它先吸起来。我把它吸进去哦，有吸那个蒜泥，我把它吸起来。好，都吸单面就好了。好，连这个吐司皮这一面也通通都吸满。好，如果快锅底没有了，去跟同学借一点。你把那个头两片啊，好，好，都没有了，你可以看到哦。锅子又吸干净了，好，都没有了，可以看到，都吸好了，吐司胚、蒜泥、吐司胚都吸好了，都好了哈，好，都弄好了，再来，接下来就是排好，看好啊，烤吐司。小火，这是我今天唯一能够教你们的东西，其他因为有奇美，我今天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们，通通都是让它热一热就好了。好，刘爸，你帮我拿吐司笼好吗？只能教你们收包子，今天我只能教你们收包子。好饿。我今天真的只能干安头到尾，干干恁收包啊。就是剩下就是把它弄热啦。嘿，把球抓。记得分享哦。好一张。你们都留言留好了没？要说分享好了没？分享跟你们有没有？对，有两面都煎，我们两面都煎。要翻面呢、啊，就跟烤吐司一样。来，我们先来利用这个煎的时间哈、哦，我先来开狮子头嘿。你看这么多东西，你还想要煎两块吗？所以我今天安尼是不是好多东西，千几块吼？你看哦，好，闻到香味了哈。今天会不会那个做完这一道那个，等一会齐美问要买锅子？没有，今天。好好笑。这个超适合去露营的齁。
好，大家可以看到哈，要把我开始收成了哦。嗯。好，可以开始收成吐司了哦。好。可以看到这样子起到硬哈，两面煎吐司就软了，紧的哦哈，卡手爱较紧哦哈。这样吐司又软又香，黄土牛肉粉，这连吐司皮都香了，因为有蒜泥的。这面的蒜泥还不够香，可以再烙一下。吴小编，你要开始抓留言了吗？嗯，我抓，现在开始抓好了。嗯。蒜泥的那一面哦，要烙香才好吃。哇，好香哦！有没有芋打很香哦？很香哦。哦，现在的，而且那个你刚才那个吐司，而且我今天只有等于才煮一部分而已，那个大部分的包子啊、港式点心还在。还在冰箱里，就知道这是对抗通膨很好的一个。哦，好香，真的很香，超香的，而且是热烫的。哦，超香的蒜泥面包，真的超香的啦。好，然后我现在来剪那个狮子头。狮子头。清炖的啦，哦、白菜狮子头、哦，很方便。再来，晚餐时间吗？不是啦，哎、欸，这种娘做红边呢，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片肉饼啊，然后这两道菜啦，还有这一包吐司啊，这样做起来，那上面360元，我们有方便无？我们煮，有多的小小，好，啊，我摕来掏钱，我起来掏钱哈，好，要不要来吃饭啊？可以了，好嘛，那一锅也要搬家，好，我来，还是你。我来用哦，我来牛肉汤，我来搬家，不然哦，我来铁包啊。让我哈。哦吼。这是晚餐时间。切了一颗黄色的。奶黄包吃掉了，吃掉了。那给大家可以看我吃剩的血血，它曾经是个奶黄包，你看，代表它曾经在啦。然后，那
的包子都还在冰箱。对，这就是。哦，你啊，放在冰箱。面面抗通膨，真的很经济实惠。好啦，所以这是真的很轻松哈，啊，很亲切的台南腔哦，这是台南美食啊，哦，好，所以很方便啊，这就是有奇美吃，妈妈好轻松。这我觉得，来自于我台南家乡，又一个在国人生活周边，其实真的，我认为台湾人，不管从叮咚叮咚坐飞机出国旅行，在哪里，其实吃到奇美的这个机会，奇美食品的机会很多。然后今天从我家的一包叉烧包开始，然后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很特别一整桌的奇美食品的约会，然后很特别的这个夜晚，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当然呢，同乐会就是有趣，不管有没有买都没有关系，哪怕你们很方便今天认识了之后，想吃你等会去全联啊，去明天啊，你想去逛卖场，哪里都可以买到，好，都 OK。你想各式各样的，不管是这种熊大料，我今天对他最好奇哈，因为这家对话吗？它是有什么啊？鹿港鲜肉包，鹿港鲜肉包，跟一般肉包是多了蛋之类的。還是没有，有他们有那个有一个那个什么一品的那个包子，反正你们有把这计划吗？对，好，那你们就各自反正挑喜欢的吧，好，那就可以买，然后朱小编来抽奖啊。我看看，留吧。今天直播太长了。稍等，稍等一下，我后门。直播到电脑快没电了。好，来赶快抽奖，免得万一不能抽。那抽什么哈？我们今天抽啊哈，就是十位好朋友。好。好，那十位好朋友如果抽中了，你有买有订购，所以有订购那个免代送吗？没有，有订购免运组，好，有订购免运，跨过免运，对，有跨过免运卡，门槛就1500这样。对，我们就在送那个早餐的就是包子组合，还要再送包子。对啊，大家冰箱真的放得下。好，小编打一下哦。好，对啊，因为我觉得早餐是最实际的啦，因为那个就是加现在。哎，然后，啊，你自己和姐姐妹妹和爸爸妈妈，哎，台南包仔面的，为什么鹿港的包仔是台南包仔面？不是，不是，你讲看麦。我喜欢哦，不错哎，不要压到我的那个。是不是台南面？差一颗蛋黄，它是对牛哥哥冷凝，冷凝。好，那这样的话，小编这边先弄给大家看喽。今天的话是奇美包包同乐会，那我们奖品的话会抽十位，买满1500再送包子组，那就是抽十位，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好，然后自己要想办法要去寄在哪位。小编的关键字大家有留言，关键字的话是不是老师好大气哦，有奇美吃妈妈好轻松。那小编就直接开讲咯，因为小编的电脑要没电了。好，恭喜，来，我来念十位哦。恭喜十位，谢乔薇、萧秀纪、Firola Zan 吗，然后 Maggie Lin、 Candy Lin、 刘月香、小小花、陈淑芬、黄玉婷、蓝惠美，恭喜这十位。那我把那个名单给大家看一下，等一下的话也会公布在那个，等一下会公布在粉丝专页。那请如果说有买满的话，或是你抽到这个之后你想要去买到满然后再送一组包子的话，那就是等一下要记得去那个粉丝专页私讯小编，就送那一组早餐加油补充包啊，就是整个700多块的那个。那个是有什么？我有那个真的很多。对，好，就是有
那个送的话是送了10颗叉烧包，然后还有鹿港鲜肉包、鲜肉包跟香菇高丽菜包跟对葱肉煎饼。对啊，比如说你原始是买那一组，你想要把它换成 A 组的朋友，你就私讯小编再换单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意啊，原始的组合都已经是一个。第一想要让妈妈轻松高 CP 值、嗯、然后再来就是很对抗通膨、嗯、然后最重要的是其实最好玩的是什么，就是这一次母亲节很有趣的，我就是好久嘛我们特别在母亲节安排的这个感恩直播很好玩，叫做包包包包感恩直播，明天也会是包包感恩直播。好，不用啦，好啦，那所以今天的直播整整有2个小时，然后我好好的把所有虽然很方便，但是因为东西多，然后让大家看到它最高最高的 CP 值，1000多块。可是我要做这么久，就表示未来在你们家里面，可能你的阿孙呢，你的小孩无时不刻在这段时间就会跟我家的刘爸一样，没带起就发现，哎，有个人吹白话机啊，有个人夹物件啊，对，那表示妈妈就会真的很轻松。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哦。好啦，跟大家说晚安，明天晚上一样也有感恩直播，然后希望大家喜欢的好朋友就直接上线订购，然后也把握机会，因为毕竟第一次合作，然后奇美公司他们不知道大家很热情，所以随时有可能因为货量的关系也不一定到3天哦，那要是提前关表单的话，有可能会是因为那个货量的关系，或者是因为今天有帮大家在做了一个，我有说谢谢大家的支持，奇美公司很开心，然后有特别在做了一个加码。那要是没有的话，可能有帮大家那个加码，要是抽换还是怎么样的话，就再说没关系。好了 ，OK 了，跟大家说晚安喽。明天的直播吗？明天的早上我们就会把预告贴出来了哈。好啦好 ，OK 了，跟大家说拜喽。拜。罗龙，你不会订购吗？罗龙，你不会订购？是直接加他们的官方 LINE， 或者是加官方的 LINE 好吗？还是或者是上面有080专线吗？有，小编现在立刻贴上。罗龙，我请朱小编搭。贴080专线，明天上班时间打080专线，请他们客服协助你好吗？哎，这个包子是台南味道，哎，拜拜。